大家好，我们是 Awaken F。 今天我们很荣幸来到爱豆企划社面试，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面试成功呢？哇，这口随意，这么随意了吗？现在要抄我？没有。要抄我？没有。我这个墨字写的不错，我这个写的好，一看就文化的。一句话推荐就行。一桌就让我微笑，这份快乐我根本戒不掉。爱你是有最简单的句子，该摆什么 pose， 说出我爱你的样子。你也幼稚，就这样一直幸福好不好？ I pray。 交卷交卷，我又是撕不开，让我所有铁手都撕不开。大家好，我是左叶，然后我在 Awaken F， 然后里面是武丹。你说我不知道他们，他们都叫什么仔仔？弟弟啊，弟弟啊，仔仔啊。你好 ，FBI 的审犯人。你名字、出生年月日、做什么的？成都。用成都话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左叶，来自四川成都，然后今年17岁。然后我在团里面担当是忙的担当，然后还有武丹去世了，比普通话顺多了。出生日期是2001年3月18号，三月十八号。星座呢？双鱼座。双鱼座，干不过来。特长个人替他解释笑声。哦，对，笑声，因为我的笑声都是被粉丝他们剪成了就是魔性的 BGM， 就是我们的视频都不需要配乐，我的笑声自然而然就成了那个背景音乐。最近有吃些东西？蜘蛛侠，然后还有那个 Wonderful You。请问你看了最近的电影吗？对，因为看了漫复联三，灭霸好强啊，他一个手，你们都死了。没有，只能死一半。还有电影吗？没有，它是这个，它是一个响指，吸果汁吗？不是，它是，它只要握紧拳头，你们就都死了。是，我是响指，响指，最后打的响指，不是响指，是响指，不是响指，是捏拳，捏拳是技能出来，对啊，就是技能出来啊，我一捏拳你们就都死完了。你们有毒啊，需要跟他争吗？真的是，你还十岁，大人十岁争是干啥呀？还行，你这么无情的吗？不是啊，因为毕竟是电影嘛，就是看这种剧，我是就是很难带入就是情节。我一般看什么偶像剧，就是自己是男主角。不，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什么，因为我好甜啊。哦，对，啊，就比如说什么举重妖精金福珠啊那种，哇，听到爆那种剧。哎，博哥好吓人啊，像个渣男一样，他特别像我爸，你知道，真的，我爸就是。都宠，对，就是每个人宠的点都不一样。莫哥和姚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关乎，关心我身体上那种，就是吃饭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会，就是多给我弄。然后奋哥和博哥呢，特别，我觉得他们会更就是注重于我以后的发展，就会给我就是人生指导啊，然后给我很多建议啊，然后教我很多东西。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挺幸福。在大厂最幸福的瞬间。就是睡觉啊，然后还有上舞台的时候。一句话推荐一下自己。努力才是最快的捷径。你刚说大唐的幸福瞬间，谁叫努力是最幸福的捷径。大家好，我是秦子墨，我男的，然后1996年生，1996年4月13日生，然后。江苏南通人。我有罪。昵称小黑兔。特长飞机。哦，转笔比较厉害。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无聊就。他抱我一下。不是，转笔转的最好的是你要大拇指放这个地方，笔在上面转，走。我以前。哎。哎，我都这么转。
这个还有一种账法是那种账账法。是我账是。啊！哎呀，这个萝卜垮掉，垮掉，整个垮掉。下一个那个开场表演就是搞笑，哈哈，哈哈，哈，哈。搞笑三连拍。第二，第三。其实平时不是一个搞笑的。下面一个兴趣爱好。兴趣爱好。你突然变猥琐。比较好奇的一个是这个篮球。篮球你摸过吗？啊，大哥大堂里面打篮球的时候从来没有问过你。我打篮球还可以吧。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关键是 cosplay， 这个是真的。对，真的。我跟你说，我19号 CP 漫展我就会去玩。那你觉得自己曾经 cos 过最好看最成功？最好看最成功，黄少天夜雨生凡，夜雨生凡，黄少天什么东西？蓝雨战队。你最 cos 最成功不应该是那个越野兔吗？对啊，我也觉得是。想象一下，假如成员们全都扮女装的话，觉得谁会是女装第一美？这种问题，你不要看我。那可以，可以。你不要看我，也能往那边。现在我要抓一个幸运的成员，成为女装大佬的，送上女装大佬的称号。博哥呢，我是绝对不敢说的。你说嘛，综艺的，你现在很综艺。对不起了，奋哥吧。对，你求真欲不要了是吗？你，因为他五官非常的立体。在大床最幸福瞬间，就是结束训练之后躺到床上那一刹那，天上天的感觉。然后这里括号还写了一个吃火锅。啊，对，就是有一次集体吃火锅嘛。哇，那是好久没见到肉了。我要吐槽，这次去吃火锅，没让我们点菜，菜全点好，个都顶饱的。有什么馒头片啊？就什么对啊，什么鱼豆腐啊，什么蟹棒啊，各种豆，然后豆腐豆制品就全都，然后土豆。其实我们有肉啊，肉蛮多的，啊、每个桌有六盘肉。是吗？对、啊，你一个人都吃了。我问你藏起来了吗？啊哎啊！气死我！大家已经基本默认，秦子墨等于传奇了，对此你认同吗？我的任何反驳有利吗？被告你没有权利。那平时谁最爱欺负？其实他们都是抱团的。我还以为说他们都还好，你觉得很错。对，我觉得他们说抱团抱团。最后再一句话推荐一下。秦子墨 RMB Real 牛。大家好，我叫金培瑶，然后。我是一个很无趣的人，然后我是1996年2月5号生的，然后水瓶座，昵称姚哥，对内担当一尊佛。啊，没有，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拜拜你的感觉。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超金刚经。对，个人技应该是眉毛，基本上就是。姚哥还有一个个人技。他学那个金管长的那个表情包特别像，特别像。来，这个是第一次啊、哦！三二一，请不要脱粉，谢谢。啊？什么？你对定位就称之稳重，这是我的定位，好不好？今天刚讲了一个笑话。我觉得我现在慢慢的不认识我自己了。对，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对，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就反正有点迷。现在爱好是写小说的主力，粉丝们似乎找到了你年少时的旧作，能请您朗读一小段。这个时间要着重说一下，时间是2010年9月22日10:47。才九岁？这2010年小学吗？10年是距离现在18年已经。18年。不好意思。18年前你现在多大了？阳光双语小学。
作者敬佩瑶作文500字，然后开始了。有人说，干嘛笑？干嘛笑？多好啊！开头多好。有人说是什么？哎，就有人说的话就不是我说了，然后我写什么都可以。对，哎，就不背锅。对。不好意思打扰了，这个好的好的，我们保证不笑了，正常一点。有人说，你带笔记本电脑不是为了玩游戏吗？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天下之大，风景之多，波澜壮阔，永无止境的大海。我要用我电脑的绘画功能把它的等一下等一下，好，来，别表演了，把它的宏伟壮丽一丝不漏的画下。嗯，画得好，辛苦。然后哎，看后面这文笔来了，有冲破云霄冰天雪地的喜马拉雅山，我要用我的电脑的照相功能，把那犹如雪狼英姿般的峰顶毫不犹豫地照下来。有绿肥红瘦、地绿天蓝的大草原，我要用我电脑的录像功能，把那在草原上飞驰的骏马和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山坡毫不留情的录下来，毫不留情的录下来，玩命录，使劲录。然后最后一句，我个人感到，电脑就像一个快乐的世界，是一个心灵的大门，是一把可以燃烧灵魂的圣火。这是你小学写的吗？八年前，是八年前是吧？八年前小学应该是初中，小学，初中我零八年写的阳光双语小学，啊小学，八年前就作文有点像那种网瘾中毒患者自白。没有，我觉得小学写的很好的，你是抄哪一个？这会儿我写完这个，我就觉得自己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一定是一个毒打。我零八年已经初三了，我已经初三了。八年以前，那你中间三年，高中三年了，对，大学四年，这不是初三吗？对呀，八年前，高中在八，对呀，初三，八年以前，怎么？这可能是作文上的初三，对，哎，不太了，对呀，我初三，你怎么才小学？你两个我两岁同年的吗？2010年，现在18年，往回推8年，我初三，你小学啊？跳过好不好？不知道，这个可能。有点不知道。那最后再一句话，一点加一点。我是一只潜力股。谢谢。我买你。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呢是韩文博，我冤枉，不是，我是一个好公民。这种说自己是好的人都不是好公民。大伯老韩，韩老师，木木。什么鬼？木木。大伯，还有韩老师。出生地。山东济宁。你家哪方言？有啊。大家好，我是韩木博。啊。喝两杯。是喝两杯吗？喝两杯。不是，喝两杯。喝两杯。喝两杯。星座。1991年12月28日，摩羯座。兴趣爱好。对，泡茶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有的习惯，觉得泡茶而且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泡茶是个很好的习惯，一定要保持上去。有茶友吗？谁跟你经常一起喝？我自己。他刚刚说的那个话就是泡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喜欢独饮。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对影还他一个人。接下来一个性格。性格我觉得闷骚吧。时间或者是什么事情能让你喝酒？喝酒。酒量，给这个酒量打星的话，5颗星我给自己打星。他5颗星。没有，我觉得我只要想醉的话，其实很快就醉了，一杯就醉了。但是我要不想醉的话，其实可以撑很久。想多会儿醉就多会儿。我很想看姚哥和罗哥 battle。battle。
没有，我生日的时候，我生日的时候，我都已经不行了，然后老韩还就是牵着我回去。牵着，哎呦，好浪漫，牵着。一句话叫做皮着一下，你开心吗？最想把这句话送给谁？郑国沫。嗯。就是，但我想把这句话改一下。我觉得皮，他不是开心的那东西。你知道你皮着一下你会死吗？子墨在做什么的时候会把你惹到就是崩溃的边缘，想揍他的边缘？踩鞋的时候？没有。说韩老师发亮的时候。那我觉得还好，我个人觉得我发亮刚刚好，他的属于挺多，给他个特写，谢谢。来了。发亮多有什么不好的？过山车我从来没在怕的。Flag 立好了啊，真的立好了，真的 Flag 立好了。但是跳楼机我真的没法接受，就在空中那种那个跳楼机就一根铁棍在后面支撑着你，你整个人都腾空的，你感觉没有任何东西去，然后上去的时候还震两下，对，就他风一吹，感觉你这人还颤抖两下，哦，受不了。那除了跳楼机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惧怕的东西？蹦极。就是这种完全失控的状态，就感觉要死掉的感觉。不要看我，眼神往那边瞟，那眼神往那边瞟。哦。邓哥重，你选他，他能帮你撑的，就是本意的。你就兴奋吧，不要拉我。他叫的比较响，比较刺激。好的，那最后也是再一句话送给小孩。我刚刚怎么写的来着？我是不是这么写的？这个人很懒，什么都留下。推荐一下自己，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有的时候值得拥有，有时候我们是双向选择，对，不如让你先推荐一下你自己吧。Hello， 大家好，我叫秦奋，然后英文名 Roy， 又名秦大田，谢谢。啊，昵称？大田奋奋，阿拉奋奋是好奋奋，阿拉奋奋。当年你的昵称是王子。王子大。就是你从王子变成粪粪经历什么东西？朱元帝，你心里，你能不能今天正常一次？我的妈！我觉得我漂流四海，然后四海为家，大家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大家的家。先知道我为什么揍他了。然后就是我心里。朱元熙，1991年8月31号，然后星座是处女座。不是星座，你写的是看你心情。对，看你心情，你想我什么星座，我就可以变成什么星座。对，瞬间记忆，我可以瞬间记忆，就是你给我的一副扑克牌上面的顺序，然后你随便抽两张，我就知道这两张是什么。刚刚佩瑶的作文，你是不是可以瞬间记一下？我对数字方面比较记忆的比较深刻，比如说圆周率，3.1415926，然后后面的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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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的记忆可以持续很久。比如说我来音乐台，我看到工作人员，我还是记得住。不管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雨，你们还是那么的可爱，我亲爱的音乐台的工作人员们。那最近痴迷的东西，痴迷的事物是什么？痴迷的事物是宠粉，就宠的不行不行的那种了，就一天不宠粉，我睡晚上睡不着觉的那种了。那你日常的宠粉行为，宠粉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只要能在我签字的地方，都会把我的粉丝名字给签上，我会签到我自己的超话。我手机里面没有我自己的自拍，全都是粉丝给我拍的照片。接下来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大哥，再敲点人。你想想，再打一个，再敲点人，好不好？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你想要什么性格？我里面有七个我。等我们出去。你葫芦娃吗？我俩没代沟。那说明你是真的有点。我俩没代沟。唯一的代沟就是他跳10遍舞不带喘气的，我跳1遍舞就已经不行了。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你们的秦大田。小程程，爆料 time， 成员们睡觉时有什么奇特的小习惯？太多了。姚哥裸睡啊。姚哥肯定我。韩老师呢？平时睡觉，很规律，但是呢，偶尔也会说一些梦话，说明啊，真的对。回家没事，晚上说了一个梦话，就
还在拍床呢，还在拍床。我想老韩怎么了？老韩怎么了？老韩怎么了？还在拍床。老我第二天想跟你说来着，你怎么了？那天晚上你受什么刺激了吗？你真的在拍床，床拍的特别响。会不会是鬼压床？我可能喊他吧，可能吓到我了。其实你也有说梦话的习惯，你是那种就是很撒娇的那种说梦话。嗯、怎么撒娇？你学一下。就那种。嗯，是那种，那是作业，那作业，我没有，没有没有，作业平时基本不睡觉，他晚上基本是夜行动物，知道吧？蝙蝠是吗？反正我睡的，他还没睡。作业是真的是真的梦，那个他那个声音很响，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防空警报？是那种就是。这么厉害的吗？而且佐叶喜欢定闹钟，但是从来喊不醒他。他的闹钟还是凤凰传奇的。对，所有人都他给我推荐的是凤凰传奇闹钟，他自己闹不醒，还闹醒了我。但告诉大家，你的闹钟是什么？苍茫的天，要是我的爱。特别累，早上都起不来。然后他那闹钟定的时间特别早，一般早半个小时。那时候你起也不是，不起也不是，他那闹钟就在那响，然后没有人去摁，响好久。最后全醒了，最后把他的手机砸了，就他自己没醒。然后子墨的话，因为当时不在一个宿舍，但是根据我去子墨家的了解，子墨睡觉应该是很猛很猛深猛海鲜的，就是睡得很猛，就是那种姿势很狂野，然后抱着被子。你知道你睡觉什么样的吗？我睡觉喜欢张个嘴多又来了。然后你还喜欢把手垫后面这样睡？哎，我喜欢，就那种西方的名画，就受难的什么什么什么，骨子里是个艺术家，可以。宿舍集体生活中卫生间占有者是谁？奋哥。没有，左叶。奋哥，来，我们一起来，三二一，勤奋。奋哥。啊，没有，真没有。真有？你觉得你现在的任何？你觉得你现在任何狡辩有任何力度吗？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我去敲他的门，然后我就问峰哥，你洗了吗？没有，我还在，他还在。对，因为你有太多的项目在卫生间完成，上床时间比较长。对，我是一套，对，一条龙服务，然后完了。给球员们按居家程度进行排名，这个真的我得举手。对，脑寒第一名。好，就是我刚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呢，我是不会交电费、水费，然后还有什么费。就是老韩第一次来我之前住的家的时候，我家里面电没了，然后我不晓得怎么交费，就我去你家。他第一次来我家，他想着，哎，是不是这边是总闸，是不是这边是总闸啊？原来我家总闸在这里。交完费之后，不知道怎么拉闸，不知道怎么给电。交完费之后，哎，电怎么没来呢？闸没拉呀。手洗内裤，手洗枕巾。对，很居家，就是特别爱干净。第一名是老韩，第二名是我，因为我会做饭，然后我也会。你会做饭吗？把家里面收拾挺干净的。我也会、啊。然后你先不要说话。第三名的话给佩瑶吧，因为佩瑶就是开车开的比较好，当司机车神。然后再给左叶吧。我左叶我觉得就是。他也是和就是其他小孩住一起，我相信就是没有管理人员的情况下，他们是未成年，咱们在北京生活。对，我觉得很有自食其力的这种能力。然后最后给子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子墨家里面没有落脚的地方。我是乱，但是我生活很强。我跟你我说，我从初中开始就一个人出去上学了。不好意思，我也是初中开始。我从小学就开始一个人上学。好，那你呢？会不会用自己或成员们或偶练小朋友的表情包最常用哪个？是博哥那个问号，是我 B 站账号的头像。啊？就这个吗？那个。对其他几位的初印象是怎么样？姚哥初印象，然后就是沉默、见说方帅。初印象。对。然后就没了。然后博哥那种。儒雅高贵哦，优秀的气质，对，儒雅高贵，优秀的高贵气质，然后深深的没有吸引到我，峰哥，然后就一般，然后一般。
我是怎么被一般给带过了吗？然后就是身材特别好，然后莫哥就是中二，吹一下。一开始就觉得小伙子有股子劲儿呢。小伙子这个是太原话，也是表达一个人他是有特殊的。我总也没呀我觉得第一印象就觉得左爷傻乎乎的。第一次见左爷的话，我就觉得不像零零后。哎，啊，不是长得不像，就是性格不像零零后，比较成熟。对，成熟度。我第一印象就是那种校霸，就是学校里的小混混。今天我们面试全通过了，谢谢音乐台。然后我们 AKF 呢，马上就会推出我们新的作品，对，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能够锁定我们。还有新的作品呢，希望因为微榜就发行了。因为微榜，我一直在看哦，我现在还在看，我手机分钟都给你看，恭喜发财。